电影《长城》（Great War） 有一段无与伦比、气势磅礴的这个双节棍击鼓，大家特别喜欢，印象贼深刻，深刻的印象。对，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他们的到来啊！这个是导演设计的，还是你自己就说要这么打？嗯。先是导演就是看到我们这样打觉得特别与众不同、嗯、然后就邀请我们参加、嗯、导演也不敢有什么想法，你说这几个姑娘、啊、每人两个双节棍对啊，张艺谋导演嗯，又说怎么打因为在古代啊，这个鼓啊，对，它就是一个打仗号令，号令嘛，对，那你们这个击鼓的一些节奏能够表现出什么样的号令？有集合，然后进攻，还有强攻。集合是怎么样？好，来来，我们听一下。进攻。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君才，怎么让你让你留下来？留下来。好，这是进攻，进攻。好，准备。哎，大家要记鼓点啊，待会儿灯谜就这些东西了。哦，要仔细听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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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哇、哦、强攻好厉害哦。在当年冷兵器的时代，哎，鼓比这还要大。是，当时打仗的时候战车里面其实就是有专门放着鼓的战鼓，然后是由最孔武有力的军士来击这个鼓，春风吹战鼓擂，现在市场谁怕谁爱谁谁。